来，山大老师，赶紧分手，犹豫什么呀？你俩不才3个月吗？你怎么对得比对比人家那从小学6年、初中、高中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的感情啊？你就是比不过他前女友，只不过没说出来，都这么做了，你还在那儿幻想着说有一天能够替代他前女友在他心里面的地位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前女友就是一首诗，那个什么"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"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最起码5年之内你摆脱不掉这个阴影，我告诉你。得不到的就是白月光，得到的就是地上霜。你不要想着去让他拔掉你前女友在他心中那根刺儿，你做不到，你无法推动他，让他去忘掉他的前女友。这件事儿不是说你步步紧逼，你天天看着他，他就能忘得掉的。你如果决定跟这样一个有非常深前情前史的这样的一个男生在一起，你就要做好这个准备，受这份煎熬。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这样的人非常可恨，你忘不掉前女友，你拽人家干嘛呀？他就想着有一天能够让你忘掉你前女友，但是很明显你忘不掉，你做不到啊。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人家，我现在暂时忘不掉我前女友，你等我调整好我的心情或者我的状态，我如果还喜欢你，我再回来找你。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，这边吊着人家，有一个人陪着你，那边还想着前女友，想尽各种办法跟人家联系见面，什么改名字改备注，然后同学聚会以这个为幌子，两个人私下见面聊1个小时。我觉得你前女友也有问题，分手了就干干脆脆的分手，不要影响各自的生活。你以为你这叫深情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，谁都不会忘却之前的情感，因为人他不是机器，不是说一键删除所有的感情全忘掉了，不好的记忆全忘掉了。你最可恨的地方是在于你在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之后，用种种的这种的欺骗的手段来欺骗现在的女友，口口声声给她营造我们俩不可能了，我跟前女友不可能，但实际你还在做着要挽回前女友的所有的事情。所以你现在这样的状态不适合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任何一个女生都会介意，你这是对这个女生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我要认认真真，非常真诚，非常直面的去看待我过去的这段感情。我没有放下，就是没有放下。你爱没爱上他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。所以姑娘赶紧跟他分手，听到了吗？小陈，你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吗？值得。这是问题的关键，你的感受是对的，他心里面肯定有，而且你心里
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，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，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，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。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，中国地图，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。世界地图呢，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、澳洲的袋鼠、南极洲的企鹅，超多的新奇事物。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、历史、发展更深入的了解，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，孩子一眼就能记住。地理学好了，语文、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。